嗨，各位你好，小弟今日同大家咧继续讲科林里边嘅如是我闻。咁上次咧讲到一个经常听到嘅成语叫八拜之交。咁八拜之交咧，上次系讲。叫一交一交者不，第二种交咧，呢种朋友之交咧就相之出名嘅。我读小学嗰阵时候咧，都读过呢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就讲咧，当时嘅老将廉颇，呢、这个字咧就读波，唔系读婆啊，廉颇同埋论相如。嘅交情，咁啊故事咧就系攞字啊取字咧呢个史记，史记咧里边咧有一个文章，太史公写嘅就系《廉颇论相如列传》，咁呢个咧歌颂佢哋咧嘅交情咧就用咗问颈之交，问咧就字文嘅问。物字做个两划刀，咁吻颈咧，大家都知道即系，咁嘢啦，点会做到吻颈之交咁结嘅咧？咁严重咧，咁啊要讲故事啦。咁啊，战国时候咧，宦官这个宦官叫令苗言，佢有个门客就系论相如啦。咁受到赵王嘅遣派，就攞住嗰个当时话，而家呢都遗失咗噶啦嘅一个白玉石嘅和氏璧，就出事去秦国。咁大家咧要有少少背景知道嘅，就系咧，璧咧就当时一种咧。用玉砌成咧一个圆形嘅吓，咁样为之璧。咁呢个赵王咧就曾经咧就唔信呢个珍宝和氏璧咧系咁出名，咁珍贵。咁曾经打断咗个进贡人嘅双手双脚添，咁后来咧就成为咗咧赵国嘅国宝嚟噶啦。咁点解今次派阿论相如出使秦国？对唔住，中间咧呢度有少少技术嘅问题，唔知道系点解。咁总之咧就系停一停，停一停，而家揿翻着。咁讲到咧呢个和氏璧咧，由阿论相如咧就带去呢个秦国咧，就作为一种咧进贡。咁赵王咧，而家欣赏呢、这个论相如啦。咁带呢个稀世嘅和氏璧咧出事之后咧，佢凭住智慧同埋勇气咧，就居然咧。就完璧归赵，嗱而家我哋咧嘅成语里边有句完璧归赵咧，就系、是、呢、这个今次咧，论相如啊，能够带住稀世奇珍去到秦国，而咧口舌之间战胜咗秦王，喺外交上咧打咗一场胜仗，咁咧所以咧。完璧归赵，而家咧就用咗呢个典故咧，呢历史典故咧就系讲一啲事物咧能够完整地翻去原来嘅地方，咁啊叫完璧归赵。咁于是乎呢个领公咧，当时又冇呢个大紫荆送嘅，咁只系咧送咗一个咧名衔俾佢。呢、这个名衔咧，为之上大夫。大夫已经大，仲要上大夫。点解咧？因为咧，当时咧呢啲咁样嘅
诸侯国咧，对于咧神有功嘅神民咧，都系有颁赠呢种咁样嘅荣誉嘅。咁啊，后来呢种嘅荣誉咧，亦具体化咗变成咧勋章。而家咧好多时咧见到咧啲心口喊冷气啲勋章咧，就系、是、有功之士啦。咁后来呢秦王又提出呢同赵国喺城池相会。咁喺嗰度呢又想借故呢以大欺世，以强凌弱，就逼赵王屈服。论张元同廉颇呢两位都有出席。咁亦劝赵王出席。咁结意显示呢赵国嘅坚强同赵王嘅胆识。咁廉颇呢呢位老将军呢勇猛善战，而且呢有计有谋，有勇有谋。咁亦呢随行呢去撞咗赵王嘅胆识。咁秦王呢即係恰佢唔到啦。而呢蔺相如呢呢、这个文官亦系呢非常之有谋有计，口才又相当好。咁呢时否情迎辞情呢、这个城池之会呢，又不忘不抗不卑呢，令到呢秦王呢冇晒佢符。喺外交呢嘅说话里面呢又冇示弱到，挽回咗赵国好多声誉喎。咁呢两位文武大臣呢都建立咗好大嘅功劳。咁赵王呢喺两位文武大臣協助之下，当然呢成功咁样呢喺一个外交场合里面呢就胜利咗。返到安全返到去赵国之后呢，赵王呢表彰蔺相如，就封咗佢为上卿。上卿呢即係卿呢就係、是士大夫啦嘅官啦。咁唔止上卿，相当高官㗎啦。咁呢、这个职位呢有少少问题。出少少问题。点解呢，呢、这个文官呢上卿呢喺个建制底下呢的而且确是高级过廉颇的，因为佢文呢就大个武㗎嘛。咁廉颇呢就觉得我打得智谋又得啊，何解呢会个官位低过蔺相如呢？哎呀，人呢之常情嚟㗎，人比人就比死人。但是呢无论是官场职场都好，每个人呢都是有一种呢心理，尤其同咁高咁大同埋一起出身的呢，如果对方个官职品位是比自己高一级高半级都好，就调戏唔锯的了。啊，条气唔锯呢即唔係话唔小气呀，真係会小气起嚟嘅。咁廉颇呢虽然老，所以有句话叫廉颇老以上能犯否，食咗饭呢佢呢个打得佢仲几十岁。但係呢仍然能够呢解除咗呢个心结，仍然呢妒忌緊呢蔺相如。啊，呢种心结呢所谓呢解结呢必须系离人。咁佢点样解呢个结呢？咁讲返呢廉颇呢喺嗰、那个赵都呢就话到出名啦。蔺相如呢只不过一个文官，公职呢是不够恶，大家不知点解是不是擦鞋定如何得到呢赵王的恩宠封为上卿，我条气是不信的啦。
咁又睇下点呢句说话一出咧，自然有小人咧讲翻俾论章贤听。论章贤听到之后咧，冇反应。点解咧？嗱，呢啲文人咧，肚内可撑船，嗰、那个气量咧足够大，气魄亦足够大。既然连波唔锯佢啦，咁点样做至啱呢？林双鱼呢就有一个消极方法。其实呢个方法呢，各位呢都可以学习嘅。呢、这个学习呢，呢、这个方法呢就係、是、尽量避免唔见到连波。咁所以呢，大家上朝嘅日子呢，佢呢就清病不出。林双鱼嘅手下呢亦受到吩咐，佢话咧叫佢哋以后碰到廉颇手下咧，千万咧就礼让，唔好同佢嘅手下争。一阵咧，两边嘅手下争上嚟咧，亦系一个好尴尬嘅事嘅。咁自己咧，因为佢系上卿啊，所以咧佢有自己嘅私家车，嗱呢私家车系马拉嘅，咁啊。行嘅时候呢，喺路上呢合路偏偏会相逢㗎喎。咁呢唔知点解嗱，呢个你大家记住呢一个合路相逢呢四个字哈。你越唔想见人呢，越系呢会喺唔适当嘅时候啱啱就撞正。所以呢个世界就千祈唔好得失别人。越系得失嗰啲呢，越系容易见得到㗎。咁佢一喺車度呢遇到，知道前面呢嗰、那個交叉路呢連波會喺度，於是乎佢即刻叫個馬車師傅嘅馬夫即刻趕叉獲其他小旁，等阿連波呢架座駕呢行咗去啦，咁然后呢佢至随后去，免得呢相撞对口对面，咁少啲见面咪仲好咁样。咁廉颇知道咁样嘅，岂有此理，唔见我得啦。於是佢呢就命令手下用各种方法拦住论章鱼条路。咁论章鱼一睇唔对路啦，於是乎呢就起驾返屋企返家，清病唔上朝。咁样呢一嚟，廉颇呢差唔多好似呢全面胜利咗喎。因为呢论章鱼好似呢怕佢，怕咗佢就怕米贵。咁佢呢就样样得意。咁啊，论章鱼嘅门客呢见到咁嘅事，咁啊纷纷咧提出咧要求。论章鱼问：点解？问论章鱼点解？我哋投奔你呢就敬重你君子嘅性格啊，点解你阁下身为一个上卿，会对一个咁样嘅老将军忍气吞声呢？唔失礼你，都失礼我哋喎。我哋做你门下嘅拥趸或者臣子，见到个大哥，见到个主公咁怕事，我哋都冇面啦。咁论章鱼一听呢班门下所讲，嘿嘿，哈哈一笑。你哋讲话秦王厉害啊，定系廉颇将军厉害呢？当然啦，秦王当日喺外交场合发晒老皮，大声呼喝，羞辱赵国群臣。当然佢有权有势，
有兵力，佢恶过廉颇好多啊。但系今日大家可以睇到，秦国而家咧唔敢嚟侵犯我哋赵国，就系惊咗我蔺相如同埋廉颇将军一文一武两个巩固住赵国。咁而家如果我哋两个一文一武相斗嘅话咧，我睇咧赵国会在相斗之后会有损失。咁咧呢个唔系净系私人嘅损失，而系咧国家社稷嘅损失。所以咧忍气吞声咧系应该嘅。呢番说话一讲俾嗰啲门下嘅听，门下个个都服晒咯。哇，原来咧蔺相如咁有气量，但系唔单止蔺相如嘅门下听到呢番说话感动，而卒之传到去廉颇将军嘅耳朵嗰度。一听到之后，廉颇一听，佢都系英雄好汉嚟咁样，即刻。面都红晒，哎呀，原来呢位蔺相如大夫上卿系咁大量嘅，而且咧系咁体会到咧，大众嘅利益、国家安危，少少嘅私人相争咧，所谓嘅一啖气咧，系佢冇睇到咁大，于是乎佢非常之后悔。而且惭愧，佢点做呢？历史上有记载，佢除咗自己嘅上衣，袒胸露背，唔系女人啊，呢个肥仔嚟嘅，肥佬嚟嘅，兼且孭咗一条荆棘嘅拐杖，亲身去到蔺相如嘅大府，做咩事啊？请罪。Say sorry， 嗱呢个咧四个字描写晒啦，就叫做负荆请罪，就系咁嚟噶啦。咁当然咧，蔺相如系唔会揸碌大荆棘扮佢嘅，请佢咧请起，大家咧互相咧以礼相待。而且呢仲以吻颈之交呢种咁样嘅礼仪或者誓章嚟到呢完成佢两个人呢成为好友嘅一个保证。咁所以呢生死患难共生共死，一齐为咗目标而奋进嘅呢呢种咁嘅友谊咧，呢种咁样嘅兄弟之谊咧，好似兄弟之谊咁样咧，就为之吻颈之交啦。呢个咧就系八拜之交里边嘅第二种。咁总有八种喎，咁啊继续咯。第三种咧就陈重雷意，呢种交咧就叫做。交七之交，啊！而家咧听个交字咧，就大家心寒一寒。啊，有呢个左交，有咩交咩交，就好似咧系一种咧好 sticky 啊，呢只唔化嘅意思。但系咧，如七如交咧，喺当年咧喺中国嘅文学上咧，如交如七咧系一个好亲密。非常之咧，大家照顧住雙方嘅一個形容嘅。咁啊，呢個交七之交咧，當然係一個好嘅描寫啦。咁呢件故事咧，就喺後漢書嘅《獨行傳》裏邊咧講到。不過咧，好唔好彩，香港嘅中學教育咧。
中学咧就好少讲到历史，中国历史尤其，咁咧亦好少咧历史嘅故事。咁我细个时咧都系喺呢啲儿童嘅历史故事里边咧认识刚才我哋讲嗰个论双鱼同埋廉颇嘅故事，但系咧呢个陈仲雷二嘅故事咧比较少啲讲。咁啊，而家我讲啦，陈仲雷二呢两个人咧系东汉顺帝时候嘅两位品德高尚嘅人。喺嗰阵时咧，通常咧品德高尚啊，话得下事啊，喺社会上知识分子啊，呢啲咧就为之君子。君子就系呢个意思。小人咧唔系而家话罗景桥打小人嗰啲小人啊，而系咧冇乜教育，可能系耕田手作嘅经济环境唔系咁好，读书唔多嘅人，唔系话咧而家讲人坏话嗰种咧小人，喺做啲衰嘢嘅小人。咁啊，两个人咧至为亲密。当时咧已经咧讲到陈雷呢两位咧如胶如漆，比喻佢哋嘅感情咧相当之深厚噶啦。咁啊，当时咧呢位姓陈，呢位叫陈仲咧，佢年轻嘅时候咧喺播阳雷二喺豫章郡咧嘅时候咧，一起研读老师同埋颜辞春秋，好细个咧就书友嚟噶啦，感情相当之好。郡守咧听到陈仲呢个咁读书，而系一个咧君子，有君子之名，就加许佢嘅才德，就推荐佢咧为孝廉咯。咁呢度讲讲咧，当年咧科举咧就有推荐，就由咧大人物、社会上有地位嘅人咧推荐佢为孝廉。孝廉系一个咧名誉嚟嘅，就系咧佢可以做官，有学识，最重要佢品行好。但系咧，陈仲觉得比自己更加读书多、品行好嘅咧，就系呢位老友雷二啦。于是乎咧，佢就将自己得嚟呢个 honor 呢个荣誉，就转让俾雷二。当然咧，未必一定一次申请就得噶啦。经过咧十次嘅申请，卒之喺第二年咧，雷二咧都系冇被接纳，最后咧推荐至可以勉强通过，两人咧一起咧就去到郡府咧就职做官咯，因为有功名咗做官。因为咧唔系普通人咧，系做到官，这个呢个咧日后我再详细啲讲啦。咁啊，同呢位陈仲雷二咧，同时进京咧就担任啊尚书郎，喺尚书部咧做一个中级嘅官，中上啦。咁但系咧喺呢个当官嘅时候咧，好容易咧虾嘢嘅。雷二咧，就当官时候咧就虾咗嘢，咁啊待人受过啦，上人受过咧就未俾朝廷咧免除官职，用而家嘅说话讲咧就叫做炒咗鱿鱼啊。咁啊，陈仲见到自己嘅知己老友啊，做咗一官俾人免职，是一件好羞耻的事，
而且咧內中咧裏邊有冇含冤咧都難講。於是乎咧，佢咧亦陪埋一齊清病告退啊。之後咧，陳仲復出任咧西洋縣令嘅時候咧，亦頗有政績。咁啊，但咧佢標奇立異嘅人，咁後來咧又升任會稽郡嘅太守。咁後來咧，亦係因為咧，佢家姐過世咧，佢亦辭官咧，翻咗去奔喪。咁啊，但係睇睇咧，呢兩位仁兄，呢兩位仁兄咧，就因為大家惺惺相惜，大家咧都覺得對方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朋友。於是乎咧，阿陳仲可以咧，誒對唔住，又有一個咁樣嘅意外。講到陳仲咧，認識呢個朋友，可以將自己咧嘅功勳咧轉讓俾佢，又可以因為佢嘅朋友雷義被免職，佢亦懇求為個朋友贖罪，咁啊，卒之咧呢種咁樣嘅義氣精神咧，就皇帝咧當時嘅東漢嘅順帝咧下詔，免官就免去啦，但係咧刑罰咧暫時咧處分咧就唔執行。咁雷義翻到鄉下之後咧，就俾鄉下嘅人咧推薦為秀才。咁雷義咧功名咧又讓翻俾陳仲。今次咧刺史就唔批准啦。雷義咧因為佢唔批准咧，所以咧就詐癲，披頭散髮喺街上咧就四圍癲啊！咁咧就為陳仲呼籲，咁後來咧，官府咧就召咗兩人重新任命，咁得到咧後來咧官拜御史添。咁但系咧呢兩個人嘅交情咧，因為咧肝膽相照，好似咧如漆如膠咁黐埋。於是乎咧，就有七交交七之交呢個商呢個雅號啦。咁第四拜咧，八拜之後第四拜咧就叫做個主角咧就叫百元巨興嘅雞鼠之交。嗱呢個字咧就係和字頭，下低咧就一動之後兩邊各有一點。这个呢是当时一种植物。这个植物呢是食得的，是五谷之一，就为之鼠。哈哈，这样不是老鼠鼠，不是同音的。那在河南焦作山羊的故城呢，北边呢就有一路南墙，还有一个北墙有两条村。这个村上高呢就有到而家仲有咧一個墳墓，上邊咧就刻住就叫做仁義重。點解仁義重咧？佢話仁義重咧山陽城嘅北半里，相傳咧漢朝嘅名臣范巨興同埋張元伯之墓。東重咧係比西重咧高少少，兩個重咧中間仲設置咗一張石台。咁而家咧可能都仲喺度嘅。咁紀念呢兩位仁兄嘅七鼠之交。乜就為咗七鼠咧？聽落去啦。咁講到呢、這個巨興咧。
呢位仁兄叫做范式，就字巨兴，巨咧就系巨大嘅巨，兴家嘅兴，当然山阳人啦。咁另外一位国咧，叫做张兆，就字符伯，就唔系同埋条村嘅汝南人嚟嘅。咁张兆咧就去东都洛阳咧，就赴应赴考去考功名。喺一家旅店里面咧，就无意中听到一个人咧喺隔篱房呻吟，病得好犀利，嗌痛，嗌唔舒服，喺度呻吟。一听，原来咧就系、是一位世代经商，同样咧准备去应去洛阳应考嘅考生。呢位咧考生咧就中途染咗病，咁而家咧就一个人咧就瞓咗喺旅馆嘅隔离房，就冇人理佢，咁啊只有咧夜晚黑咧。辛苦一头咧，就喺度呻吟、呻紧。咁你知道两位都系一个应考嘅书生，大家唔相援。咁但系张兆听到呢啲呻吟声咧，心有不测，于是乎咧就走过去竭力相助，帮佢手咧揾医生。中间系咁咧，又搵医生咧，又帮佢咧，买药。中国咧仲要冇成药咧，仲煎埋药俾佢饮，服侍佢，等佢休养。休养咗之后，就准备再去落。点知咧病一场咧，同埋服侍。佢呢一场一个考期啦，咁就本来咧张兆系可以去到考试，可能得到功名嘅，但系咧为咗帮手同呢个老友治病，咁误咗一次嘅功名嘅期，考功名期，咁当然咧。范式咧就好唔好意思，咁就同佢讲：啊，因我嘅病误咗你啊嘅功名，真系咧好唔好意思，好唔安乐。张兆话：大丈夫以义气为重喎，功名富贵咧，乃系微末啫嘛，等闲好闲，咩叫做误咗期啫？救你呢个义，然后只系最重。如果一个一个人为咗贪功名、贪利、贪名唔重义咧，反而咧读圣贤书，真系唔知为乜，有呢个意思。咁张兆讲完呢句说话，呢番说话之后咧，范式当然咧就。好感动，视之如亲生骨肉，结为兄弟，朝暮相随咗咧半年。咁啊，因为咧范式咧，思乡情切，一年之后咧就离开。但系咧，大家相约一年之后喺重阳节，即九月九。唐历，范清咧会再去张兆屋企团聚，再见翻面啦。咁咧就一个约期啦。第二年咧重阳节嗰一日，张兆一早咧就洒扫庭院，执翻到间屋企，咁叫屋企人咧
嘅帮手，杀鸡切宴，搞大佢。而家咧，自己咧买个新衫，啊，做好晒衣冠，就喺庄门口之前咧等待。究竟佢个老友嚟唔嚟咧？过咗一日，等到咧头发都白晒咁滞，仍然唔见到范式到。咁佢啲家人咧就同张兆讲啦：，讲下啫，系咪会真系依约而来啊？不如写首心算啦，当识咗个人罢啦。咁但系咧，张兆听完佢家人咁样劝告之后咧，仍然死心不息，话俾佢家人听：范兄咧一定会到，咁大信心。而且咧发誓嘅嘢咧，大家当日话约定喺呢、这个。嚟屋企重阳节一见咧，点佢都嚟嘅，唔会唔嚟嘅，继续等。嗰晚第二晚仍然唔肯瞓觉，就喺个庄门口度咧，又再等待。两更时候，突然间咧。隐隐约约在远方见到范先生呢来到了。那一看见到个老友来到，不禁大喜，哎，小弟呢在今朝都等到今日，现在两更了，等卒之等到兄台你驾临，我就早知话了的了。话俾我啲家人听，兄台咧系唔会爽约嘅，咁啊接佢入屋，咁啊阿范式连忙打工作揖，唔想惊醒啲家人，细细声同阿张兆讲：贤弟。我已经不是阳间的人了。吓，你不是阳间的人？没错。自从呢当日一别之后，范式呢就做了重伤，终日操劳，卒之呢就挨上病。在他挨病呢嘅时间咧，佢都仲记得喺重阳明年重阳之事嘅，大家相约咗嘅。啊，点知赶唔到嚟啦？佢呢咧，身过去过咗身啦。过身之后咧，佢就知道，仍然咧。要遵守这个盟约，这个承诺话要来，于是乎他呢，他那个传说中的鬼魂呢，或者他现在还灵魂这两个字形呢，仍然呢万里迢迢去到这个相约的重阳地方嚟见佢呢个老友，虽然迟咗，但系唔到，到咗好过冇到，迟到好过冇到。咁啊，佢一记起呢件事咧，原来觉得咧，古人话人咧就行到千日，一日行到千里，但系鬼魂咧就可以咧日行千里，赶住嚟。见一见老友，张兆咧听到之后咧，啊个老友死咗都唔肯去投胎，
或者唔去转世，都要咧遵守呢个诺呢、这个诺言。于是乎咧就啊相当之感动，就为咗呢个老友咧，就同佢安葬咗咧。喺刚才我哋讲过东涌嗰度，而自己咧，因为冇咗呢个老友，又感觉到咧人生有咩价值咧，于是制刀在手，自己锯自己，一齐咧撞咗喺呢个人二重嘅侧边，就成为咗咧一个所谓咧。鸡鼠之交，这个鸡呢就是呢汤鸡发鸭，这个鼠就是当时吃的食粮，两个呢为了一个这样样的信义，于是乎呢临死呢都要呢进行一个诺言。那当然我们听回来呢，这个呢是一个民间传说，但是呢我哋应该了解里头嘅意义，嘅意义咧就系、是、中国人不嬲都重诺言嘅。呢、这个诺言咧就是、朋友之间咧所谓之信任啦，所谓咧信义啊。咁咧嗰个呢个地方咧，亦起咗个信义之祠嚟到纪念呢两位。呢一种咧守诺言嘅故事咧，中国好多。譬如咧喺《庄子》里边咧有记一个美生呢、这个一个男人嚟，相约就喺桥底咧个柱嗰度咧，大家咧见面，梗系女仔咧。咁约咗之后咧，居然咧未到，但系咧潮水咧河水咧暴涨。这个美生就抱住那个桥底那条柱呢，死人都不放，死人都不去不走，直至到浸死了为止。那这个亦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其实它终结它的主旨都是讲一样东西，就是你守信，夸大了啫，是不是真的现在还有人这样做呢？我相信完全不可能，但是呢守信呢一样嘢咧，完全咧系喺而家世代咧，仍然系好重要的。朋友之间咧，更加需要一个好重要嘅守信。好啦，下一个咧，我哋讲咧就系舍命之交。呢、这个舍命之交咧，系出自咧一个羊啊左转嘅故事嘅主人翁咧就叫左白图，同埋咧杨国哀两位。杨咧就一只羊，羊有阵时识姓嘅，系有阵姓杨嘅。咁啊，两位咧就结伴去见楚元王，途中咧就遇到大雪纷飞，啊，天气好唔好？仲过咧，仲惨嚟过咧呢、这个上一次十号风球，大风雪咧就比起呢啲天鸽咧嘅飓风咧嚟得更加厉害嘅。当时咧佢两位咧都冇料到一个咁样嘅突然间嘅 storming 嘅大风雪，于是咧佢哋着嘅衣服咧都好单薄，带嘅粮食咧。亦唔足够，左白头咧为咗成全佢嘅老友，咁啊将自己嘅衣服咧同埋粮食咧全部交俾杨国哀，自己咧就倒进走去树中心咧死咗去。点解咧？因为唔死咧，杨国哀咧就唔会用佢嗰啲衫，唔会着埋佢啲衫，唔会咧食埋佢啲粮食嘅。咁卒之呢就后面都有讲啦，两个人死不如一个人死啦，但边个肯
舍命去救其他一个人呢，在而家社会都是难得的。第八拜之交里面呢，讲到这个呢，左白图同埋杨国开呢，爱呢就是描写他们有舍命之交，情愿呢将自己牺牲来成全个老友。这种交情呢，又是在中国的传说里面呢，是非常多人珍惜同埋歌颂。咁下一个呢，八拜之交呢，这个呢比较大家都熟悉㗎啦。这个八拜之交呢是讲到呢三国时候嘅我祖宗刘备同埋佢嘅二弟关文祥同埋三弟张飞嘅故事。大家知道呢，而家我哋睇嗰本小说《三国演义》呢，罗贯中係编辑而成嘅。喺当年呢，好多个榕树头讲古啊，欧兰嘅演唱啊，或者甚至乎呢喺街边呢，大家以耳相传呢嘅一种呢故事。不过呢，就将呢故事呢，或者又加入咗创作嘅成分，就成为咗一本呢演义式嘅故事。就源于原来呢嘅历史呢係有少出入嘅。係要当一个故事，演义嘅故事去读或者欣赏。而呢唔係当为一个呢真係历史嚟到去研究。历史还历史。咁啊，讲返而家我哋讲緊呢个八拜之交呢，呢刘关张嘅结义呢，喺桃园结义呢，呢、这个呢係取材于三国演义嘅。历史都有，都系结为兄弟，但呢就冇咁多戏剧性啦。咁当年呢，东汉末年啊，益州牧刘焉呢就发榜呢招军，找人去当兵。当年呢，刘玄德呢，刘备呢已经28岁了。见到榜文呢就长叹一声。唉，咁样。咁呢头睇完榜文，呢头下完之后呢，后面嚟紧有把声大声喝喎。大丈夫唔同国家出力，你做乜嘢要长叹啊？有闹嘅意思喎。刘玄德反转头咁望，见到咧闹佢个人咧身长8尺，当然咧汉朝嘅尺同而家嘅尺，就算中国嘅尺、西方嘅尺系有差异嘅。嗰阵时亦唔会讲公尺啦，我睇咧大约都有6尺以上，6英尺以上，1.80啊，一至到2公尺嘅高度都有噶啦，我相信。抛头还眼，而且咧啲胡须咧好似老虎咁样，一条条硬到钢条一样竖起晒，声如洪钟，势如奔马。刘备一见到呢个咁英雄，拱手一讲：请问兄台高姓大名啊？呢、这个喝佢人今次温柔咗啊！佢话：鄙人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居略郡，屋企呢稍有田庄嘅。咁啊，衣食呢都冇乜忧。平生呢係特别鍾意结交天下嘅英雄豪杰。刚才呢见到先生你呢看完个榜之后长叹，我只不过呢
斗胆一问啫噃。而家听话啊，张兄张兄，相逢恨晚啦！原来张兄系一个咁样有血气嘅男子，真系难得见面。我姓刘名比，字元德，惭愧讲句，我都系汉室嘅后代，我祖先呢系景帝，文景之治个景帝。不过呢，经过咁多代呢，我已经流落咗落嚟呢卖席㗎啦。咁而家呢见到黄巾之乱啲贼嚟嘅。咁我哋希望呢能够呢为国家呢除害，杀呢啲咁嘅贼。但係呢只恨自己呢力度唔够。咁呢一声长叹起嚟啫。哦，原来刘兄係咁嘅高尚人格嚟嘅。好，当下小弟张翼德呢亦希望呢同兄有共同嘅志趣。大家呢可以联合起嚟，一齐呢为国为民。啊，大家呢出一分绵力啦。哎，是啊，正是此意。于是两个人呢非常投契，就去咗村中嘅酒家饮酒啦。饮酒之间呢又见到一个大汉推咗一个车喺店门口呢高歌，跟住入店呢坐低呼唤个酒保，哎，快啲拎酒嚟，我要赶入城去投军啊。袁德睇下个人，这个仲高，身高九尺，嗰条须呢唔係好似我咁短，两尺。再描写呢位仁兄，面如松枣，好似成熟咗嘅枣啊，枣树个枣，食咗个枣，红枣枣，红深色嘅，个面咧红得咁紧要嘅，唇若桃枝，口唇咧好似搽咗口唇膏咁样，襟红。一对丹凤眼，一对卧蚕眉，其貌堂堂，威风凛凛。哇，一睇就知系一个呢不能够轻视嘅叻人，有相睇㗎喎。咁当然呢、这个呢就少说夸张咗，有冇咁嘅面貌，有冇咁嘅神态呢？真係问刘元德同埋张飞就知啦。咁自我介绍之后呢，呢位仁兄就话，我就系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来呢我改个别子为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咁而家逃离江湖之后呢，希望呢参军，灭嚟到呢个府城呢应募嘅。咁刘元德听咗之后呢又同阿张飞讲，啊，呢位关生，呢位关云长，真係呢志同道合。我哋三个呢真係呢夹都冇夹得咁准。於是乎呢揀到吉日，就同张飞呢喺佢张飞嘅后院，这个后院呢种桃的，所以为之桃园，一个桃园。当年呢桃花盛开。咁刘关张三人设咗一个祭天嘅小机，避咗呢这个
发誓用的酒和粮食，可能是三牲，然后呢就大家向天 焚香祷告发誓，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一指望同年同月同日死，结为一个呢 永远兄弟，比自己的兄弟呢更加亲密。生死呢是在于他们三个人的观念来讲并不重要。而呢三个人结义成为兄弟，这个行为反而重要。那这个呢也是后来呢我们呢讲到桃园结义三兄弟的一种呢历史故事了。咁为咗纪念咧呢个二姓兄弟咧，而家咧亦系有呢个咁样样咧嘅讲法，就系咧可以咧拜天之后就发誓成为咧同舟共济嘅永远不忘嘅结拜兄弟。这个亦是八拜之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好啦，今日呢时间呢亦差唔多。还有七拜八拜呢的故事呢我们都会下次讲埋嘅。咁下次呢会讲到呢严叔牙两位嘅管鲍之交嘅故事，这个呢怕者呢很多人呢都了解的了，管仲和呢鲍叔牙两位呢的之交。咁亦会讲到呢孔融和利行的亡年之交。孔融呢就是我们说孔融七岁让梨俾个戒刀食嗰个。利行呢在三国演义里面呢是一个奇人来的。狂捐真的癫狗一样，仲紧要个狂人。好多人而家话狂一不及离行。但呢两个呢嘅年龄相差好大，但係已结成一个亡年之交。咁呢两个故事呢我哋下一次呢喺呢个科林里面嘅如是我闻呢会同大家呢分享。会讲讲两个故事之后呢继续讲呢提防考起的其他有趣的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下的历史啊或者讲法啊咁样。咁到而家为止呢我都系一个录影。今日中间有几个断续呢，希望呢我们的陈生呢肥仔呢能够呢保好镬。咁唔好失咗各位雅兴。好多谢各位收睇，拜拜。